正地区哦，烤草占管理成本大约三成。农委会地区改良场就发展出一台地方的智慧烤草的机器人，无需要人工，因为是假的呢，麦当来降低温室气体产生哦。针对咖啡产哦，伊嘛晓家己来配肥料来落肥，咱做伙来了解。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就是这条感应器，让全自动烤草机在运作的时阵，袂去伤到农作物。这是农委会地业改良场的新发明。未来地农要烤草，唔免规个地园洗透透。那它也可以做很精准的定位，也就是说，它不会去做到伤害到这个我们农产品、农作物的这样子的一个作业方式。配合 RTK 的这个即时精准的定位的系统的话，它的误差是不会超过10公分。那未来的一个推动的方式，除了农民朋友可以自己来采购之外，那也可以透过相关的一个租赁的一个方式。地改场表示，全自动烤草机只要4至6点钟，就会当将1公顷的田园的杂草除了了。未来大量生产以后，农民会当用租的，减少成本。另外，种咖啡的农民要养肥，即马嘛有智慧表示，照咖啡树的生长时期，分出黄色、白色、青色甲红色，和肥料的使用未上超过。它的不仅它的甜度提升，然后还有它的这个香气。然后它我们喝咖啡的时候的那种厚度跟甜感完全都不太一样，就不输我们之前的这个肥料，然后非常就是表现相当的好。智慧农业的时代推动省人工的栽培，也减少对环境的影响。记者麦尚荣、曾派文台北报道。